们现在刚刚忙完工作室的事儿。对，最近都在忙工作室和找房子的事情。我们房子都找2个月了，还没找完。哎，去厦门的房子又贵又小，也是可能是我们俩要求多，反正就没有太合适的。然后我今天现在找了一个地方，我们去放松一下，去喝点东西。对，这花是什么花？玉兰花。你就骗人吧，你知道玉兰花能长这样？这个开花的时候，这个是凤凰花，哎，树上河豚，他们把河豚挂天上了，啊，树上了，这个是凤凰花，对，你看前面是斑马，我去看一下，这不是斑马，这是斑猪，来了，走了走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吃什么的地方？估计是吃猪肉的地方吧。猪舍，猪舍，对，要3升。哦，承受了太多，他不应该承受。有点好诡异，看这个人好像是被打的什么暗号。那为什么是暗号？因为谁会正常这么举着镰刀，然后牵着马？啊，在行军吧，估计。这是鸟叔吧？嗯，不知道，这是一个什么抽象的雕像。对呀，还有好多人在这边拍照呢，因为漂亮。人好像已经满了。对啊，我记得原本这边挺安逸的一地方。你晃它干嘛？因为下面有桃子果肉，我点了蜜桃冰清，还有蜜桃粉粉。嗯，是挺粉的。说明我非常喜欢吃桃子。他们这边泳池现在怎么不开放了？不开放你下去游吗？原本人不多呀、啊，我还想呢，我说人不多可以去游泳，结果现在人这么多，你好意思游？不好意思。以前也没有见过有人游泳，就是只是知道他能游。人家在上面喝着咖啡，然后看着你在下面游泳，不挺好的吗？你是什么？你是什么节目吗？大家都看你。现在人多了以后就没有以前的那种感觉了。以前人特别少。你看那上面还写着禁止打水球。水球。就是原本那个在家里的时候不是不会游泳吗？嗯，但是跟我朋友一块去游泳，我就在里面玩水嘛，就买了一个挺大这么大的一个球，人家水球就一丢丢，那你就在水里玩的球不就是水球吗？不是，反正就买了这么大个球去水里玩，我也不会游泳嘛，然后那池子也不是特别深，然后我就手抱着这个球，然后脚腿也夹着这个球，就靠这个球就浮在水面上，就趴球上了呗。不是，是抱着球，上面我在下面，然后就头露出来嘛，结果后来发现就下不来了，因为我一把腿松开的话，整个人就会翻到水里，翻到水里之后，鼻我也不会换气，鼻得进水，而且进水就很难受，然后也没有人管我，我一直抱着那个球，就在水上浮了好久，最后怎么下来的？就松把那就把脚松开吧，还能怎么样？一直夹着也累啊，然后一直呛到了，鼻子就进水了，一股消毒水的味道。没人管你吗？没有，我的朋友在旁边看，大家都不管我。他们可真坏啊！真坏呀、啊！我都去了游泳池，我游了没有20-30、40都有了，就是学不会。咱们俩不也一起去过吗？嗯，不会换气。嗯，就是学不会换气。嗯，我好笨啊！你干啥？你干嘛拍我？我在亲吻我自己。这个地方的肉就很软。你看，我们在这儿坐一下午了，现在要去吃晚饭了。我们要去吃墨西哥菜，其实也就是汉堡什么的吧。在哪儿？在瑞景那边。走吧，走了，出发。叫车了吗，刘明达？叫了。好的。在干嘛？
后面还要一直给他捂住，让他喘气儿。你有病吗？那人家就不能用嘴喘气儿了吗？你是傻子吗？你在晃啥呀？我在开机。要一个墨西哥法喜达烤猪肉串拼盘，好不好？他为什么名字叫那么长？不知道，还要烤猪肉串是吧？都可以，牛肉吧。牛肉吧。然后再要一个猪肉汉堡。来个热狗吧。好吗？好的。要一个墨西哥腊肉酱热狗。Okay. 这是你的，知道。我低头吃个东西，班赵博不见了。吃多了躺一会儿。你吃多了不困吗？那也不会在人店里躺着呀。就没睡觉。行了。